妹妹歌喉战使出全力，评审好评不断。前半段唱的还不错，有蔡依林的味道。哎呦，这首歌是你的歌吧？哇，没有，有你的味道。哎，哎，真的。旧年一解腰也受到高度的赞美。今天有个地方唱的最好，就在 ending 呀。哪知道啊？精彩的下半场比赛，保证让你舍不得转台。在昨天的歌喉战中，妹妹们好表现获得了评审的肯定。你上次被谁把播？小文老师。这一次可以获得几分呢？20分。哇！有让我的眼睛一亮，所以副歌唱得不错，我觉得表现比上次好很多。我看到你的灵魂了。哎呦！目前战况，咱们的撒娇达人 L 比以26分暂时领先其他妹妹啦。阿令在演唱《心动》感动全场之后，接下来妹妹表演能够延续这个感动吗？听到这歌真会感，真的是感情会投入，对不对？哇！你说什么？老师唱完谁敢唱啊？就是你啦，你先来啦。我跟你讲，你唱这个歌实在是太让我们震撼，我们一定要把你送进金曲奖，好不好？耶！你这张专辑，这张专辑如果评审，因为丁小文老师比较熟了，推荐一下。老师，我一定推荐的。阿令真的唱得非常棒，非常非常棒，大家真的要听。然后请买正版，对，支持我们优秀的歌手。哇，谢谢。好了，下一位在他出场同时呢，我先谢谢金城武先生，谢谢。哇，他出来，他什么时候来了？画面吗？在唱的时候，金城武在后面拿蜡烛这样。我想古装哦，哇，胡子的赶场，哇，你赶场的，赤壁的赶场。接下来欢迎豆腐。哦，亲爱的。不用那么多喉咙，我们听人会很有压力。你的音色本身够亮，然后你也够可爱，可是你要去训练你的音准，让它稳定。你只要音准稳定度，今天起码分数要加10分。重气十足的豆腐能够克服音准的问题，一举拿下好成绩吗？我是豆腐。你上一次你知道你的分数是几分吗？15分而已。你一直觉得唱歌是很蛮自豪的，为什么才拿15分？没有啊，我一直都要在进步的啊。那你上一次唱什么？那个孙燕姿的《祝你开心》啊。今天呢？还是孙燕姿的《不是真的爱我》。好，孙燕姿的歌迷，谢谢这首歌。谢谢，还谢谢孙燕姿，谢谢。就算了吗，别用沉默代替回答，陌生的让我害怕，心像被挣扎了一下，总是不提那句话，我想你是故意装傻，不是不懂得表达，还在等什么说清楚吗？我想你不是真的爱我，习惯被忽略不算自由，相爱的人总是不懂为什么真心伤得特别重。我想你不是真的爱我，当体贴渐渐受到冷落，其实爱有很多选择，我也可以给你生气啊！你生气的点是什么？后面没有唱好，只有那个吗？嗯，其实唱莫文蔚啊，还有孙燕姿歌，其实最难，因为他们的味道很重，唱完之后被盖一个标签上去。哦，谁唱都会有那种框架，都有那个框架。那其实莫文蔚跟孙燕姿他们也是在玩起承转合里面找到他们自己的味道的，所以你不要每一个字都平均分配力气，你还是有收有放，有收有放。然后当这首歌它是去到你高音的临界点，那当然你在
对 key 的时候，可能要稍微调整一下自己最舒服的音色，因为紧张毕竟会扣个10%到20%。你其实今天的问题不在于后面那个自由没有唱好，那个不是重点。今天你就是败在音准，败在音准，你的音准从头到尾都不够好。可是事实上，你唱歌的条件很不错，你知道吗？就是说基本上的音准、拍子、音色，这其实是蛮平均的。你的条件是蛮平均的，可是有时候就会败在这个地方，因为你没有特殊的表情，好，你的强弱不够明显，所以只要音准稍微有一点点走掉，我们就会很明显听出来，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所以你要就是在你的感情跟你那个感情处理的层次要去加多一点，这样子我们就会忽略你音准的那个小毛病，要不然今天音准很明显哦。好，是这个问题，不是最后那个。哦，豆腐一直想把歌唱好，上次15分，这一次可不可以突破3、2、1？怎么办？怎么办？22分！哇！接下来欢迎婉婉。耶！拍子也还蛮准的，就没什么不好，可是唱到最后也没特别好。在 A 段跟 B 段，就是前面正歌跟副歌的地方，我没有听到太大的情绪的不同。唱歌带入水的婉婉，这一次要如何把情绪融入在歌曲中呢？我今天带来比较轻快的歌，就是萧敬腾的《海域恋》。好的，上一次获得21分，这一次来挑战一下萧敬腾的歌曲啊，音乐直接来了。气息在百花齐放的季节里，你精心脱俗的有故事意，你在天南星里那好美丽，哦哦哦，好美丽。初夏的来临也溢出了俏皮的气息，在暑气充斥的季节里，天南星，气质非凡，好活力，哦哦，好活力。轻轻柔柔的想念，在单恋的季节，还记得湖畔曾与你相遇。甜甜蜜蜜的暧昧，在热恋的季节。